多多为9岁妹妹做泡芙庆生，继承妈妈孙俪高颜值，但穿搭成熟惹争议。多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做泡芙塔的视频，并附文称这是给过生日的妹妹准备的。该视频记录了制作的全过程，别看只有短短的2分钟，其实应该挺费时的。因为镜头不断的切换，后期也需要剪辑，所以多多真的是很用心了。多多的视频拍得很真实，没有加夸张的滤镜，呈现最本真的状态。不过多多的穿衣打扮比较成熟，她穿着一身宝蓝色挂脖衣服很时尚。最后大功告成，吃货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伸出小手去品尝，妹妹还涂了指甲，十分可爱。网友们纷纷留言感慨多多颜值好高，长得太像妈妈了，继承孙俪优秀基因。每个人都有权利将自己打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无需去取悦任何人，自己开心最重要。